我与挑战者何彦真势如破竹。我可以画一个圈，把自己关在里面，把回忆挡在外面。你有很好唱歌的一个天分，唱得还蛮好的，唱起来听起来是很好听的感觉。卫冕者蔡兴芳力求表现，没想到却唱歌不需要那么刻意去矫情，因为这样子反而听不到音乐的灵魂。每周六晚上7:30，您是明日之星 Superstar。